老祖师大人，下午佛安。祖师大人，下午佛安。副祖师大人，下午佛安。各位前辈，下午圣安道安。我们即将迎来重唱三十首歌演唱会下半场，弟子后学是音乐小精灵林燕。那我们揭开下半场的序幕，是我们的舞狮烧鸢解孽。这首声乐是由元信古佛持续作词，原剧为地女花幻想剧，曲调中台秋诗，萧俊明老师为我们编成二部合唱，接下来有请九连合唱团为我们演唱。而这次特别有请前云门舞集舞蹈艺术家张慈瑜老师为我们带来舞蹈以及演出，让我们欢迎慈瑜老师以及指挥卓力之女。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鼓励老师的演讲活跃参与，还有我们钢琴艺文团组。椅子象征着迷途迷惘的人，而音乐与舞蹈则表现出在渡人渡世的心境，美妙的舞出一段时光，为我们的下半场拉开了序幕。接着为九连胜道新创圣歌甄选获选曲目的发表，第一首来自九子金线张善渊堂主作词作曲的《竹鸡》。从小第一件事学的事情，矮矮学步，矮矮的走，跟着圣人的步伐，跟着前人的脚步。让我们有请张善渊来分享我们的竹鸡创作理念。Hello， 哎，各位姐妹，下午好，大家。那后学善渊，那这一个后学创作这个主题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主题就是听前辈们讲，就是开荒的故事的时候，就是后学有感而发，然后就做了这首曲子。那后学有一个小小的祈求，就是希望各位前辈等一下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就希望各位前辈能想象一个画面，就好像有一位前辈呢在坐在那个摇摇椅上面，然后呢我们都是那个小朋友，那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就是在听前辈们。就是坐在摇摇椅上面这个前辈在讲着一段故事，那这段故事就由音乐来告诉各位前辈啊，感谢慈悲。堂主曾立文堂主带来《竹鸡》。Thank you.
步，一步一步，即使往后走了，一步一步，我们始终在前进。一步一步，您是否也跟上师的步伐了呢？好，我们迎来第九首以及第十首《船与白羊天使》，为旧达文德，传为古延瑞堂主作词作曲，《白羊天使》为温庆发堂主作词作曲。这两首曲子为承上启下的创作，即使在不同的地区，我们都拥有一样的心，一样的思念。我们将用影片的方式为大家带来《船与白羊天使》，热烈掌声给我们的古延瑞堂主以及温庆发堂主。在视频前的各位前辈同修们，大家圣安道安，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旧达文德长老院的双人组合，他是吉他王子温静发堂主，他是可爱又会唱的卜彦瑞堂主。接下来我们会演唱我们的创作歌曲，分别为白羊天使以及船。白羊天使这首歌曲中，弟子后学想表达感恩鼓励，以赞颂我们的祖师以及前辈同修们的大无畏精神，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脱苦冤的精神，让我们能去效法跟随，愿以各位前辈同修兄弟姐妹们互相勉励精进，让我们个个都能成为白羊天使苏怡。白羊天使和船这两首歌曲彼此是紧密相关的，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羊天使，我们的共同使命是伸出双手邀请大家来上法船吧，父母兄弟姐妹们都在等你呢。歌词中的嘿哟的语气则是想要带给大家一种轻松和愉快的感觉，同时强调法船的航行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使之通畅无阻。最后想说的是，来吧，一起遨游十方，当我们团结在一起，无论前路如何都能携手向前。现在为大家献唱我们所创作的歌曲《白羊天使》船。生难得大道难逢，中华难生命是已来到，珍惜此生紧握金线，不忘千年修的缘，谈到眼里三世奉行，理解到位要克己复礼，遵循规戒辅助身心，达到路与生活里，研读就炼经真理路我心，就连袖子随处不生机，同修互勉励坚固的情谊，心连心弘扬真理，体会诸事心谦卑的苦心，命题大用船伴走千里，大发船前行，大爱真全民，白羊天使在树荫，研读就连
眼睛真理入我心，就连袖子随处不胜迹，同修护面里坚固的情谊，心连心弘扬真理，体会主是心谦卑的呼吸，命题大勇船帆走千里，大法传千心，大爱增群民，白羊天使在树荫。船航班以来，抓紧三把船，兄弟姐妹同心协力，紧跟主使劲，不为自己求安乐，就解救人心，心要保佑赤子之心，定都来相见，来发传一代，来赶紧上来，我们手紧握着手，彼此不放手，来发传奇号，来遨游四方，这样大风大浪来，我们都的演唱结束啦，也谢谢大家的聆听。在这里，我们九达文德的双人组合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Yeah! 再见，拜拜。心连心，在我们的这一生的旅途中，白羊天使疏雨，而我们都有一样的心。接下来第十一首为旅途，为九子金线长老院李嘉文作词作曲。在我们的生活上、修办道上，总有亲朋好友以及同修前辈一同前行，一路上总是互相陪伴、互相引领。我们感谢天恩师德，在这旅途上永远支持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欢迎创作才子李嘉文及王哈利显康利为我们带来《旅途》。
每个人踏着不一样的速度的步伐，引领着我们带来我们不一样的美好生活。在生活中，也许许多变数，让我们有了不一样的声音，让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声音，而在这里也有很多声音。而在座各位前辈同修，这么多声音里面，是否有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呢？接下来第十二首，也是此次新发表的合唱曲《圣主以心》，为新安道长作词，张卓立经理作曲，并由张善渊堂主编剧。九莲圣主无量悲愿，宏愿下凡，未愿圣道普传。很荣幸此曲大菩萨行教时，由张卓立经理与曾立文堂主到新加坡教唱与录音，运用科技与时俱进。所以呢，圣主的心，我们也邀请到新加坡的同修与我们一起合唱，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九莲合唱团一起享受跨时空跨国界的表演，并且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张卓立指挥以及张善渊堂主为我们带来圣主的心。Yeah.
好的午后，迎来最后一首曲目，观音进入你呼唤，放下心中的成见吧，放下所有的防备吧，在这旅途上跟着圣人的足迹，天使苏语，持续由观音佛母作词，李芬淑作曲，并由萧俊明老师编成二部合唱，也在此诚心邀请各位前辈同修一同演唱，一样欢迎指挥张卓立经理及钢琴张孝渊堂主为我们带来观音进入底呼唤。Thank you.
现身。好，我们请今天的演唱者双树，还有我们的慈玉堂主，我们今天的花艺组创作人员。今天各位前辈同修，我们有没有看到两侧有我们的花艺？这些都是由我们礼前部的花艺组创作的。那前面这些都是花艺的创作者。好，那如果要拍照呢？趁现在。好，好，那我们各位前辈同修，今天呢，我们感谢主持大人的莅临，以及我们现场各位前辈同修的共襄盛举，还有我们目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护持参与。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九年合唱团。Thank you.